的阿弥陀佛。今天我们来到了古关的景光山庄，哇，这里的好山好水让人忘却了烦忧。的确，烦恼太多容易会有白头发，这让我想起了公案，有一个公案叫做藏头白海头黑，试问马祖，离世俱绝百飞，岂师直指某甲西来意。马祖云：我今日劳倦，不能为如说，问取智障去。僧问智障，障云：何不问和尚？僧云：和尚叫来问。障云：我今日头痛，不能为汝说，问取海兄去。僧问淮海，海云：我到这里却不会。此生回头举世马祖。马祖云：藏头白海头黑。有个寄送说道：雪豆重显禅师圣，藏头白海头黑，明眼拿身会不得，马驹踏杀天下人，临济未是白脸贼，离世俱绝百飞，天上人间唯我知。以上的公案与寄送，我们恭请上法下印法师来为我们解析。阿弥陀佛。诸位大德居士菩萨的阿弥陀佛，今天我们感谢由世兰学员为我们带来藏头白海头黑这则公案。西唐智障禅师俗姓廖，江西县人，八岁便出家，二十五岁受具足戒，曾参访牛头法亲禅师，后来投入马祖门下，与百丈怀海、南泉普愿合称马祖门下三大寺。一日，马祖与弟子三人一同赏月，马祖问：正当此时如何？百丈说：正好修行。智障说：正好供养。南泉却拂袖奔行。马祖说：经归藏，禅归海，唯有普愿独超物外。本则公案中，离世俱即是有无，非有非无，非非有非非无。若能离得世俱，自然能绝其百非。这僧问得倒也奇怪。当时马祖若见这僧来问：离世俱绝百非，请师直指魔甲西来意。当场提起柱杖便打，看他醒不醒。岂不见旁应
居士参见麻竹，便问：不以万法为理则，是什么人？麻竹说：待如一口吸进西江水，便于鲁道。唐印于檐下忽然醒悟，这两则公案相同一般，若获得西江水化，便会得藏头白海头黑。然马大师只管与他牵扯，却让这生当面错过。须知马大师身变来风，对他的底细摸得一清二楚，这生也相当有耐性，便去问智障。智障说：我今日头疼，不能为你说，问取海兄去。这僧又跑去问百丈，百丈说：我到这里却不会。诸位大德，且道一人疲倦，一人头疼，一人说不会，究竟要如何是好？这生虽然值了些，却有始有终，便回头问麻竹。麻竹说：藏头白海头黑，若只是依字面来看，好像是瞒着他。有人说他们只是互相推脱，又有人说三个人都明白他问的意思，却故意不作答。这些都只是瞎猜，就好像是讲古人上好醍醐美味，餐上毒药一般。如今有些人不用心参学，只是在语句上探寻，说白是莲头河，黑是暗头河，又有人说智障脸长头发白，百丈年轻头发黑，
就是那么自然，一切现成，须知两人相差不到十岁，何来黑白之分？若一切现成，禅也就不用会了。大家可以随处去捡，也就通通成为自然外道去了。殊不知古人一句话就能截断一根，令人弃物，所以要朝着正确的方向去体会，自己会去使得稳当。所谓外来非家珍，若古人道，幕后一句使到牢关，打断要经，不通还生。若论禅学，就像是当门把住一把宝剑，只要心念转动，便上身失令。若如手握一把利剑，向空中挥舞，不管重与不重，只管向四面八方挥去，就对了。许多禅师有颂曰：“藏陀白，海陀衣。”轮眼拿身会不得，马驹踏杀天下人，年纪未是白脸贼，离四句绝百飞，天上人间唯我知。许多禅师开宗明义便说，本则公案，藏陀白，海陀黑，即时灵眼拿身也会不得。须知我佛世尊49年说得一大藏教，莫或为传佛陀心印，唤作金刚王宝剑，又叫神仙秘诀，即时亲如父子，也无法相传。古稀禅师有高明手段，只要若是为巧妙灵力的拿身，便能七穿八会，谈得透。
得到大自在。若是参不透，无有误处，只是越转越圆，如落入死胡同般，出不去。马驹踏杀天下人，六祖禅师为怀让禅师说：向后佛法向汝奔去，以后出遇马驹踏杀天下人。马祖得法之后，住于江西开元寺，大弘禅法，其法脉传遍全天下，时人尊为马祖。如今看他的作为，的确与众不同。只说藏头白，海头黑，仅此一句，千人万人透不去，就如紧箍咒般。灵气越是白脸杰，一日灵济禅师上堂说：赤肉团上有一无畏真人，常从你的面门出入，为证据者看看。有一声出问：如何是无畏真人？临济下禅床，遮住问道：道这声你意？临济便脱开说：无畏真人是什么干死诀？雪峰禅师听到之后，便说：临济大是白脸杰，今雪窦禅师观马祖疾风，却犹在临济之上，故说临济未是，马祖才是真正的白脸杰。末后雪窦禅师诵这声：既然离得四句，能绝其百非，则天上天下唯我能知。即使三世诸佛也窥不见，既然独自能知，则夫复何求？更有什么好求的呢？今天的讲座
就到此圆满结束。现在来做回向，请大家合掌。今天佛法禅坐回向给在场的学员及电视机电脑前观众朋友，业障消除，福慧增长，若愿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，世界和平，佛法久住，主灯永续，众生得度，阿弥陀佛。喜欢这则影片吗？喜欢影片的观众朋友，请记得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哦。